好了，那接下来呢，要跟两位未来也许是非常著名的偶像聊一个公众人物都关心的话题，就是如果有一天，你们已经成了就是点击量最高的最著名的名人，然后你们结婚生子这样的私事，会愿意高调的和大家分享呢，还是跑到国外默默的低调的完成呢？国外，其实我觉得我肯定会默默的低调的吧。